要去哪儿了？爸爸还没有起床。那我叫他起床去。快去。谁说没起床了啊？嗯，睡好了吗？嗯，快来吃饭了。好棒好棒，妈妈做的早饭好棒。好了，那快点吃啊。豆豆，妈妈今天有事不能送你去奶奶家了，一会儿叫爸爸送你去啊。你没时间去送啊？我们公司9点还有个谈判，我怕来不及。豆豆，让爸爸送还是让妈妈送啊？爸送。好，那你快点吃，爸爸时间来不及了。来，喝点牛奶。豆豆，记得到爷爷奶奶家听话，不许调皮啊。嗯。跟妈妈再见。妈妈再见。来，上车。走了啊。路上小心点啊。好嘞。系好安全带。亲爱的，马上过来接我，不许说不。车吧。哎，你好歹也是个大老板，是个职场精英，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们家汪晴都不帮你打理的？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哪像你啊。以后能不能别这样，动不动就让我过来接你，你自己不能打个车啊？哎呦，人家这里打车不方便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你不也一样，只要你想我，我就得出现。那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咱俩可是有言在先的。好，总是你对，反正人家现在就是想你了，想见你了。上车吧。田妮在棚里等着你过去呢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最好还是到现场看一下吧。好吧。喂，何总，有事吗？哦，正在拍呢。什么？换人？林总，你到哪儿了？客户已经到了，在办公室等着呢。好的，我已经到了，你把推机打开，其他就不用管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停一下，方姐，怎么了？狐狸有点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吧。圆圆，给他补补妆。好的。哎，等等，去帮忙。徐老师，
片子我看过了，怎么回事？他的鱼尾纹实在不行的话，只能靠后期修了。这个我们跟客户说过了，被他们否决了。他们说要是那样的话，不符合真实自然的产品定位。这个我会尽量修的不露痕迹。这可能吗？修过就是修过。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之前崔姬代言的那个什么名牌抗皱眼霜不就是这样吗？鱼尾纹眼袋修的一点都没有，可结果呢，不但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最后连广告都被禁用了。是啊是啊，要是能修片的话，我老妈都能去拍片了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狐狸平常看起来那么年轻，怎么一上镜这么老呢？这就说明镜头不会撒谎。尽量把它拍得年轻一点吧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所有的灯光我全部都用上了。辛苦你了。好吧。哎，狐狸姐。王姐，你要不要换一个人来拍呀？何总说过了，但是他不会追加任何预算。啊？不给加钱，还要重新找人拍，那何总算得太精了吧？哎，要不然让我去跟狐狸谈谈，多少让他吐出点钱来。你是想让我死得更难看一点是吧？那怎么办呀？先去把朱莉找来吧。朱莉？对呀，她条件不错，别的不说，至少年轻，没有鱼尾纹。至于酬劳的事儿，那我跟她来谈吧。咱们是什么呀？咱们那是精品，多少新人等着上我们的杂志封面呢，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。相信我，她一定会来的。快点去吧。 OK， 我现在就去联系她。这些都是地道的本帮菜，不错不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来，祝我们合作顺利。吴董，您看这合同，不急嘛，吃饭的时候谈合同多扫兴。可是，你不用急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为了能够跟你好好的合作。我们刚刚认识，你急什么呀？后面有的是大把的时间嘛。行，来来来，来。嗯，入口甘甜，回味无穷啊。吴董，这可是我专程从家里给您带来的。好东西一喝就知道，人也一样，有没有能力一接触就知道了。是，吴董。我们博达公司虽然才成立五年，但是在软件开发这方面，在业内已经是小有名气了。我知道，来之前我对你们的公司已经进行了评估了。先不说这个，来来，怎么样，能用吗？这个是第二组照片。够了，不用。朱莉到底是来还是不来？什么情况？他说好来的，那为什么还不出现？而且电话也不通。我也奇怪呢，照理说不应该呀，他说话挺算数的。我再打打看啊。不能放狐狸走，让他再拍一组，直到 OK 为止。快，别让狐狸卸妆，再拍遍。还要再拍啊？刚才看了一下片子，不是很理想，再拍一组吧。怎么了？是灯光不够好，还是摄影师手抖了？他拍虚了。就这样，我之前推荐你这份工作的时候呢，觉得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。但是，我也确实是疏忽了一点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现在是我的问题啊？怎么了呢？这次客户要求的是不老传奇，你的鱼尾纹太清楚了。哎，
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修片呢，现在哪张片子不修啊？那要看是什么客户和什么产品，这次他们不让修片。很严重吗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路上堵车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圆圆，赶紧把她带到化妆间去化妆，快点儿。王琴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现在是要换人的意思吗？这个，胡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客户有点意见，所以就多加拍一组备用，请你。我没跟你说话。客户有意见，汪琴，你不想用我早点告诉我。你现在拍到一半换人，你是存心给我难堪是不是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回头跟你解释好。不用回头解释，有话现在说清楚。好吧，对不起。这次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疏忽大意了。其实客户看了昨天的片子，你早就说要换人的，是我想再努力一把。够了，汪琴，你认识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你会不知道我的状况？你还说你不是给我难堪？我们走着瞧。哎，吴丽。抓紧时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开工了，抓紧时间。来来来，就是李总，你当初要是一直唱歌的话，我们肯定都来点你的歌来唱。好。对啊，李总，要是你真成了歌手，周杰伦可就没饭吃了。喝酒喝酒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多喝点啊，你们多喝点。我让你现在过来接我，什么事儿？好，来来来，我在陪客户喝酒呢。我不管，我让你现在就过来，不然我去找你老婆。你在哪里啊？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吴董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家里有点事儿，我想先走。哎，年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罚你再唱一曲的，你拔腿走人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。这样，我完事儿我马上回来，好吗？行行行，去去去啊！来，我们继续唱歌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你说你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晚了也不来接你。手机也不开，不老整天都在忙些什么？那天是让爸爸来接的。哦，那，你这个妈呀，啊，也真够省心的了。你看看你这衣服扣子掉了，都不知道缝。行了，豆豆，别玩了，去床上睡觉去吧。我要等爸爸。爸爸工作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啊，等他回来，奶奶叫你。不。哎，你这孩子。睡了吗？睡了。豆豆乖，先睡会儿觉，一会儿爸爸就来接你了啊。叫他去床上睡，他偏不去，性子跟他妈一样拧。哎，电话打通了吗？哎呀，不知道这俩人跑哪儿去了，电话都不接。他们孩子放这儿倒是真省心了。你说你回来晚了，倒是往家来个电话呀。这都几点了？行了行了，来。
我没有时间去接豆豆，我在陪客户，你去接吧。是啊，我这一天弄得跟打仗似的，还好没白忙活。嗯，哦，对了，你记得跟朱莉说一下，这次的酬劳我会自己出给她的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人家朱莉都说了，特别感谢你这次给她出头的机会，这次呢就算是互相帮助了，到时候我给她一些车马费就行了，你放心吧。好吧，你也辛苦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见啦。那辛苦你了，辛苦啦。拜拜拜拜。我没有时间去接豆豆，我在陪客户，你去接吧。走吧。怎么这么晚？行了，小姐，别耍脾气了，客户还在等我呢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客户，我如果这个生意谈下来，那是千万的订单呀。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跑就是了呀，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啊，再这么自己乱跑，看我怎么打你。吓死我了。怎么了，气鼓鼓的，小心皱纹啊。连你也嫌我有皱纹。尹建平，这么多年来我陪你那些客户吃饭喝酒应酬，帮你促成多少生意，怎么样，现在我有皱纹你想过来拆桥啊？没事吧，吃枪药了，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有谁，你老婆汪琴啊。你不准接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呢？喂，老婆。哎，建平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谈生意。开车？没有啊。哎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啊，我不干什么。哦，我就是问问你在哪儿。刚刚在路上看见一个女生坐着车，还以为是你呢。我刚忙完，现在去接豆豆的路上，刚才差点撞了一小孩，吓死我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忙完啊？建平，你有在听吗？喂，喂喂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is is Friday.
num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你说这个汪晴啊，成天的不着家，好像她都能干似的。叫我说呀，这个女人呢，还是家最重要。哎，你就算有再大的本事，连家孩子管不好，那都是瞎扯瞎掰。又来了又来了，你呀、啊，不数了汪晴几句，你一天都过不去。哎，我说她有错吗？你看现在建平天天上班这么忙啊，孩子又这么小，你看她，哼。全部甩手不管，就自一天到晚的穷忙活，那建平干得好不就得了吗？至于他整天的上班加班吗？儿媳妇能干，就让她干呗。妈妈，你看，你看，哼，就晓得喊妈妈，别人白疼她了。你这个人真奇怪，那孩子喊妈妈，你生什么气呀你？我能生什么气呀？我是生他妈妈的气。你看，你看，都几点了？现在，爸妈。哎，哎，今天不说好了，建平来接吗？建平突然有事儿来不了了。以后，不管你们有多少事，也不管你们多忙，晚上九点之前必须把豆豆接走。孩子到点了也应该睡觉。再说了，我们老两口。也岁数大了，经不起天天熬夜瞎折腾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别把孩子吵醒了。今天确实太晚了，对不起啊，妈。没事没事，妈。豆豆，豆豆豆豆，妈妈回家，回家了啊，慢点儿。哟，慢点儿啊。哎，妈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睡啊。这个病人的外伤并不严重，昏迷不醒呢，我们要再查一下原因。你们呢，多注意他的情况变化，立即通知家属，病人需要住院观察治疗。可是他是车祸送来的，没有家属跟来。哎，刚才不是有个女的跟他一块儿的吗？哦，那我过去看看。嗯。建平，你的电话没有信号，收到信息后马上给我回电话。怎么了？妈，我今天好想你呀。哦，妈妈也好想你哦。嗯，豆豆。已经很晚了，要回房间睡觉了。妈妈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我要等爸爸回来。爸爸还在忙呢。那我给他打电话。豆豆，你刚才没有听见妈妈在说什么吗？爸爸电话没有信号的。听话，回去睡觉了。妈妈，妈妈。豆豆今天怎么这么不乖呀？那。妈妈可以答应你，今天陪你回房间睡，好不好？走。啊！喂，是我。嗯，今天的事真的是很对不起。喂，喂，怎么会是他？那他知道？这还是第一次挂我电话吧？
稍后再拨。怎么回事？好好好好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哎，副总，请等一下。吴董，我们曾副总来了，我让他跟您说吧。吴董，哪个吴董？就是昨天来的那个。啊，吴董啊，你好，我曾立方。你们老板呢？人去哪儿了？你总裁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他人还没到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你去转告尹建平啊，昨天晚上我很不爽。在 K 房里，我等他到半夜，哎，他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，最后连单都是我买的。这些都无所谓了，关键的是约好了今天一早他来接我到你们公司去的。结果呢，我早早的起来等到现在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哦，吴董，这样吧，你先让我了解一下情况，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好吗？不必了，我吴某不是非他不可。有的是做你们这儿软件生意，你去转告他，这单生意吹了。啊，吴董，吴董，尹总他不会这么做事情的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先让我问清楚。你问谁呀？还是去问尹建平吧。哎，吴董，吴董。这都几点了，尹总怎么还没来上班呢？尹总有来过电话吗？没有。博达软件，你好。是是是，尹建平是我们老板。什么？车祸住院？请问你们是哪家医院？眼睛看着我的手势移动。哎哎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好，没问题，是昨晚来的。对。怎么出的车祸？估计太累了吧。只要不是酒后驾车就好，以后自己多注意了。等点滴打完了就让他出院吧。嗯，点滴快打完的时候摁旁边的铃就好。嗯，那昨晚跟您一起来的那位女士的医药费算我的账上。嗯，好。顾总，她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谢谢。你还活着呢，说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冒出个女的来啊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也不能撇下吴董不管吧？什么事比订单还重要呢？我就是为了着急赶回去见他，所以啊才这样的。吴董刚才打电话到公司，气得不得了。我看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，说不定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别知道啊，你要知道这项目研发部可攻关了一年啊，就是为他们企业量身定造的。他们公司要是不要的话，我们前期打入的资金可全打水漂了。哎呀，我头疼得不得了，你让我先歇一会儿。行吧，等你打完点滴送你回去再说吧。哎，汪清那边帮我瞒着点啊。又拿我当挡箭牌？你就不怕哪天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向汪清给招了呀？你不会的，你是我兄弟，咱俩呀是一条线上的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困了，我睡一会儿，你帮我看着点啊。哎，都不把你撞死了，真是。呸，说什么呢，命大死不了。行行，赶紧睡吧。何总，这么早啊，有事儿吗？哎，这模特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哦，叫朱莉，还是个新人，这是她第一次拍化妆品的广告。怪不得。好啊，真不错，不仅形象靓丽，而且他的肤质像骨瓷般光滑细腻，你很果断，真有眼光，我就非常欣赏你这一点。嗯，只是你朋友那边，还得麻烦你去安抚一下。没关系，放心吧。哦，你先忙啊。
幸好没事，害我担心了一夜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...进来。王姐。嗯。啊，我是主编。刚才不在的时候，业务部那个老处女沈冰可在何总面前说你坏话了。哦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你自以为是，目中无人，还说你没有跟他打招呼就擅自决定换人了。我就说他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这事儿也不能怪他，确实我们做的不对，换人之前是应该跟他打招呼的。我是想早告诉他来着，可是那天他下班太早了，再说晚一点汇报又能怎么样啊？你都不知道他当时那个态度那个形象，我真是恶心死了。再说租棚一天用多少钱他是明知道的，大家那么辛苦的加班图个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何总没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啊，他说我们行事果断。我说他怎么一大早坐到我办公室来等我。何总真没说什么？真的没有，他说我们换的对。总算有功底了，就是那个老处女事儿多，他就不想让别人超越他，所以一直算着自己的小账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就是想的太多，所以才嫁不出去的。田妮，我们就事论事好吗？不要做人身攻击 ，OK？ 主编，他背后这么说，你还捅你一刀，你干嘛这么帮他呀？我不是帮他，我现在担心的是狐狸。以我对他的了解啊，估计他现在恨死我们了。这又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，人家客户要换了他。对呀，是客户要换，可是我们要怎么跟他说，他才能相信我们啊？嗯，哎，你可以这么做呀。我接个电话。那我们先撤了啊，王姐，拜拜。哎，丽芳。嫂子，那个我有事儿向你汇报。是建平的事儿吗？对，那个他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怕吵嫂子睡觉，所以就让他在我家住了一宿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才向嫂子汇报。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我呀，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的电话，他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。你知道吗？我担心的一晚上都没睡耶。他在你旁边吗？我要跟他说话。嫂子，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。怎么还是你送他？他还不能开车吗？不是因为他车碰了一下，现在送去修理了。那他人怎么样啊？嫂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他人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就是他破了点皮。是真的吗？嫂子你放心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不信不信你回家看看啊。好，我知道，谢谢你啊。嫂子再见。哼，怎么了？气鼓鼓的，小心皱纹啊。连你也嫌我有皱纹，尹建平，这么多年来我陪你那些客户吃饭喝酒应酬，帮你促成多少生意，怎么样？现在我有皱纹，你想过来瞧一瞧啊？没事吧？吃枪药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有谁？你老婆汪晴啊？怎么样啊？没事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让你少喝酒，少喝酒。你看，最后还是弄成这样吧。哎呀，我都够难受的了，你就别再说我了。我不说，你说谁呀？别人老跟我说得着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喝完酒以后不要开车。你喝了酒还要自己开车，你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喝呀？那客户要喝我怎么办呀？不喝酒，不喝酒行啊，那生意就没了。哎，
到底是生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？做生意讲的是诚信，没听说过靠酒量的。哎呀，生意场上的事你不懂啊。对，我不懂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懂好吧？我从来不跟客户喝酒，客户关系维护得挺好的，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呀？你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啊？是，我是不行，让别人不喝酒都能办成生意，就我不行。你老公就是没这个本事，行了吧？你干嘛呀？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，为我好，那为什么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想一想啊？我开公司，我创业，我容易吗？我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躺下，躺下。没事。没事，给你气个事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想吃点什么，我就给你做。随便。豆豆早上问我说爸爸去哪儿了，我说你还睡着，没说你一夜没回来。他要看你这个样子，肯定又要东问西问的。你打算怎么说呀？实话实说吧。实话实说，那怎么行呢？跟他说他爸爸酒后驾车还出车祸，你这想得出来？那就骗他。那也不行，小孩子学会撒谎怎么办啊？你要不然这样，让他在你妈那儿多住几天，等你好了再把他接回来。那晚上也我爸妈带着，他们受得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哈哈，你去接电话。哥哥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奶奶在家吗？奶奶在做饭。哎，爷爷来听。喂，建平，要不要晚上来吃晚饭啊？爸，不了，我过来了。是这样。那个，我跟汪琴啊要出去几天，他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，所以想麻烦你跟妈妈要照顾一下豆豆。那么巧啊，你们俩都出远门。成都有个大客户搞周年庆，想让我带着汪琴一起去参加。行了，豆豆放在这儿你们放心吧，你妈那儿我来说，一路小心啊。好，不能添麻烦了啊，爸。先吧，我去给你弄吃。爸爸为什么不来接我？你爸爸啊，工作忙。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哎，别哭，别哭。哎呦，这孩子，豆豆，豆豆，妈。哎呀，哭不哭啊？要告诉奶奶怎么回事啊？爸他妈出远门，不能来接了。豆豆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一会儿吃完饭，让爷爷带你出去买冰激凌吃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就快点啊！有奶奶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林建平，你说你昨天晚上去陪客户喝酒是吗？对。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昨天跟他们后来去了 KTV， 一定是在 KTV 不小心沾上去的。是吗？